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李文心。今天台北股市最后下跌了一百三十六点啦，几乎把昨天涨的呢，几乎给全部都跌回来了。大概你可以从 K 线里面大家可以看得出来一些端倪了、哦。我想大概原则上呢，这个昨天呢，大家可能都啊算了，这样，嗯，可能都是很开心呐、啊，对不对？以为说以为说这个什么事都解决了、啊，对不对？我、哦、我按不出来算了。但结果。 你可以发现到，好像不是这么简单呢、欸，对不对？好像还有一些利空在后面，所以我今天哦，不好意思，我帮帮我改一下那个测试那个测试的测了，利空彻底测试的测，刚没有看清楚，对不对？好像还有一些利空在后面，尤其今天早上，当你看到一个新闻，《钻石公主号》一口气增加了四十一个病例，你怕都怕死了，对不对？虽然说现在你看到病例最多。 都是在中国大陆，都是在武汉，但是你看到，说真的，你连坐个游轮出去玩，龙美出代起，你会不会心生恐惧？甚至钻石公主号，他之前在基隆港靠岸的时候，还到基隆玩，对不对？我爸爸妈到一零一网不知道，还到故宫玩，那怎么办？我请问大家，说真的，你光看到，你眼都绿了，对不对？但是我跟大家讲过，这叫利空彻底嘛。 股市不会说有一天嘛，直接谈谈会高点。你又不是美国，美国因为天高皇帝远，美国股市昨天创新高了。但是毕竟台湾距离中国这么近，动不动就放病毒要来木马屠城。我昨天跟大家讲过嘛，我说你路上如果看到那一位，对不对？我昨天照片给你看了，对不对？双人徐，对不对？哦，不正派的正，文呢文盲的文，记得。 送他四个字，你冷凉啊，你两卡盒啊，对不对？记得给他丢他鸡蛋，好不好？你看看这么近，我们说的我们台湾真的是一个陷入非常危险的地方，看来很可怕，对不对？但是呢，包括我们看到昨天，我们回到这个电脑的画面，投资朋友，其实昨天看到这個新闻，我们还蛮难过的。这是第一个吹哨者，他在去年的年底的时候。 他在朋友的微信群发了一条关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疫情的信息。他说他看到了一个类似 SARS 的病毒，希望大家要怎么样？要小心，尤其临床医生的一个同学要注意防护的角度。C T 上的影片，他发出一个警告讯息。结果呢，投资朋友，他发完之后，这就是中国武汉市公安局，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派出所签一个所谓的训诫书。 对不对？他说怎么样？我们希望你冷静下来，好好反思，并郑重告诉你：如果你固执己见、不思悔改，将继续进行违法活动，你将会受到法律制裁。你听明白了吗？明白，对不对？内容我们没有全部都讲完了。这就是中国把整个事情盖下来的一个很主要，对不对？很主要的证据啊！你看看看这个样子，如果当时十二月三十日已经知道有这个疫情了，开始去防堵。 对不对？开始去用药，你觉得会变今天这个样子吗？今天很麻烦的事是什么？你知道吗？下个礼拜中国要开工，现在看起来是不会开工了。我想我的会员最明白。我在本周二录的会员专题讲座，我有跟大家讲，我有透过了某种关系去问到了中国到底何时才会复工。我讲了、啊，我这边不能讲啊，因为这不是这不是什么公开讯息。 到处说我乱讲，对不对？尤其是武汉地区，到底何时这个灾情才会平息？其实我透过关系问到了，我告诉我会员就好了，这一点你就不需要知道，对不对？你就不需要知道，好不好？你看，这真的很惨，对不对？钻石公主号五费新增四十一例确诊，现在日本是第二多确诊的。不过你不要太看，你不要觉得啊，日本第二多，我告诉你。 还有两架包机还是三架包机要回来？台湾快要变第一多了，你放心好了，快要变第二多了，马上超过日本，你等着看。如果他们是有心要这样弄进来的话，对不对？包机太热了，没有办法穿防护衣。我说真的，之前连我都误会，以为他们是全身防防护衣啊，上飞机就没有，公公胸弱啦。昨天试出来的，前天试出来的影片就看他他,他们整个下飞机的时候，对不对？总不可能在飞机里面把防护衣脱掉，不是啊？ 整个人下飞机的时候，对不对？都跟我一样啊，顶多是戴个口罩而已。他还怕你不传染，我跟你讲，对不对？真的很可怕。大家请记得要好好保护自己。如果你不知道要怎么保护自己的话，其实我昨天跟大家讲过了，对不对？昨天、前讲过了。我看到这个马哥解盘，在东升解盘，他说：“你与其花时间排队买口罩，你不如上网去看看，对不对？要怎么样洗手？” 我先跟大家讲好了，大概是这样。这个其实最近这个电视台广告都有在放，洗手要怎么洗手？你知道吗？弄水弄湿之后，弄肥皂或者是或者是洗手液，搓二十秒。哎、欸，我我才发现到原来我都搓太搓搓太搓太少，我再搓个四五秒，也要搓二十秒。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 搓二十秒，我没有记错是这样子，然后再把它洗干净，然后洗干净之后呢，怎么样？我说真的，你如果那种公共地方水龙头，对不对？最好是怎么样？你就不要再用手去碰那个水龙头，最好是能够感应式的最好，不然的话就用怎么样？比如说用衣服去碰还是怎么样？这个这就是一个一般的一个尝试啊，因为病毒可以在非人体之上啊，还可以活四天。你看观众朋友真的非常厉害，我今天早上也转贴了一个。 这个萨斯 r s, ARS, s ars 之前的萨斯的回忆录啊，对不对？贴在我的粉丝页，有兴趣可以去参考，好不好？对,不对，当然到现在为止，一样啊，每天都增加很正常，对不对？死亡人数，对不对？昨天跟差不多都七十三，但是我说真的，你相信只有七十三个人死掉嘛？我个人不相信，不过那不重要，他既然就告诉你七十三，就是七十三，我们就相信就好了，好不好？ 那我也跟大家讲过，事实上这一次给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思考思考空间，不管是分散个股布局，或者是个股的分散布局。什么叫个股？什么叫公司的分散布局？就是你一家公司不能把所有的产能集中，的都放在中国的某个地方。我们举这个例子嘛，投资朋友，他们对这家公司有二十万个口罩，但是它毕竟它有三分之一产能，它就在黄石，那就要小心啦、啊。 对不对？你不要把这个大部分的鸡蛋都丢在同一个笼子里面，这样子很危险，一破整个都破了，对不对？那在分散布局方面，我跟大家讲过，我讲的重电四君子，对不对？尤其是中心电跟华晨，这不用讲了，华晨我会员已经我已经跟会员讲过很多次了，那时候才二十三、二十四块而已啊，对不对？尤其是华晨啊，我们先不讲华晨，因为华晨不是什么会员的核心持股，好不好？ 这党才是会员的核心持股，它叫做日友，我都叫他做日本朋友，对不对？日文朋友要怎么讲？叫 “domotaji” 啊，没有错吧？对不对？domotaji，日本朋友，日本朋友，为什么日本朋友？说真的，我很不喜欢它，股价很强，因为它是一档收视概念股啊，很惨，你知道吗？二零零三年，SARS 的一、e、倍。 日有处理，而这一次呢，投资朋友，你知道吗？你去看媒体，不是我乱写的。陈玉珍拉道他这个立委，知道吧？对不对？就是那个夹手夹到没有办法呼吸那一位，对不对？差点死在差点死在医院那一位，对不对？陈金门立委陈玉珍，你知道吗？日有是这一次被陈玉珍所称为的哦，陈玉珍所称为的中央，就是中国大陆的中央，指定去处理北京的医费。 为什么？因为北京一场啊，还有北京二厂，三月要三月二开始正式营运嘛。说真的，这都不是什么好事，你知道吗？但是你去看看，投资朋友，我今天为什么印这么长的图给你看？你看这些头信高档追，低档砍，涨个几天，昨天又给我砍了两百二十三张，对，昨天前天又砍了两百二十三张。你们真的有赚钱吗？ 我懒得多讲你们什么样啊！你们根本看不到未来，你们根本短视的不得了，你们根本跟投顾那些投顾老师骗人的有什么不一样？我请问你，对不对？你们就是看看新闻做股票嘛，今天看到高通市井，赶快卖手机股，对不对？今天看到股价大涨，今天看到大地光目标调价，赶快卖大力光。以前都哇，每个人都大立光都很好，对不对？然后怎么样？这跟投顾老师有什么不一样？我请问你，今天我扣给我会员的。 不，今天我给所有人看的，投资朋友，今天有一个同业，今天有一个同业，扣了这样的一个讯息啊，普瑞在最高点赶快给我买进，对不对？我说投资老师太好做了嘛，投资朋友太好做是不是太好做了？十点四十五不就在这里吗？不就在这里吗？我们来看一下普瑞收盘多少钱，投资朋友。 六百五十八，你马上，你今天，你光是今天就输四万，我没有乱跑，我没有乱扯啊。你给他输四万扣啦，我跟你讲。但是我跟他讲，我认为普瑞是一家怎么样？它是一个长线趋势的公司，只是它的买点好像就是为了做生意而已嘛，对不对？投顾老师这么好做，难怪每个人都想着做投顾老师，也没有牌队再在做嘛，投资朋友。 某同业今天追普瑞在六九零以上，目前看起来很惨。普瑞趋势是对的，但是出手点错，最后可能还是要停损。我这样跟大家讲，它趋势对的。为什么跟你讲它趋势对的？投资朋友，对不对？这是我二月五日写在我的粉丝页的东西，大家记不记得？有一位分析师啊，对杨杨兄跟黄兄啊，他出具了一份报告，他说啊，AS Media 就是翔硕上看一一一一 T G。 你丁盖公强说跨啊，谁？跨七七七，对不对？七七七上葫芦不是葫芦啊，那个叫什么三三胚吗？还是什么的？兔胚？这个三三条三条讲错，三条今脉矿上跨 T 一。昨天最后一盘涨停板哦，今天大跌嘛。不过今天大跌没什么，因为今天台台股不好。那我也跟大家讲过，事实上我在股市讲都讲过了，普瑞祥硕都是 AMD 的受惠股。 对不对？好啊，金句其实我也讲过，但是我金句我后来后来卖了，因为瑞中哥跟转移他们很喜欢，就卖他们了。对,不对，我停损了，对不起大家，我停损了，对不对？好、哦，那当然呢，我跟大家讲，建设其实最近你不要问我，最近我不会教会员去买任何一张建设但是我们也没有出任何一张的建设我想要等他们断头，等不到就算了，反正我们在船上就好了嘛。这种长线趋势的东西，其实我都跟大家讲过，你自己去看清楚。我今天特别特别去找出来，我什么时候跟你讲，投资朋友？ 今年六月二十日，当时跟你讲普瑞啊，算了，不好按了哦，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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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反正六二十很低啦，不用看了啦，对不对？六二十一定很低的，这这没有什么好看的，这没有什么好看的。我不知道每次为什么都有人按月薪月薪我也懒得看的。我怎么跟你讲的东西都是朋友，你在这上。这几个字叫做高速传输晶片啊，对不对？然后呢，第四季开始逐月拉高出货，融资创新低，融创新低都谁买走了？总不是我买的吧？我不想搞啊，就是大股东买走。这一档股票六百多块，融资创新低。 天呐、啊，那你要我怎么讲，对不对？那你要我怎么讲，对不对？跟你讲过的东西，我相信，对不对？我相信这些东西你应该记忆犹新，还不知道的请你记得去看六月二十日的股市现场，好不好？我昨天在股市上讲这个，为什么？都是高速传输概念嘛，对不对？这辆车叫做夹基，大股东五十二趴，加者四趴，茂联。 三趴英特尔，Intel, 今天一堆老师都跟你讲加机啊，这是这是我昨天晚上在股市上跟你报告的东西。Thunderbolt 是英特尔认证的三家专业制造商之一，对不对？哦，那我们不多讲了，反正对不对？今天就涨停板一堆人跟你讲嘛。但是我也跟大家讲，这是一个趋势。我说真的，我们要在讲趋势的时候，有时候都是很辛苦，讲很前面，但是你可能之前之前都不知道，对不对？你都听不懂啊，我有什么办法？ 但是你，我们讲到很前面，我们买在很前面的好处在哪里？因为我成本够低，我能够所做的一个弹性空间就跟你不太一样。当你成本很高，我也跟大家讲过，如果你的，对不对？如果你的成本，如果你今天成本是两百四十元的监测，对不对？两百不要说两百，两百四十元监测，你是不是最近一直在想到底要不要停损？因为两成了。 投资朋友，今天最低呃，一前天前几天最低是一百九十四元，因为已经两成了。你是不是一直在想问自己该不该停损？对,對一堆投资朋友这样问我嘛？对不对？那有什么办法？你为什么七八十元不买？你为什么一百不买？一百三不买？一百六不买？一百八更是不买呢？你要怪自己，就像我跟你讲红硕一样，投资朋友，对不对？这是我九月二十六日就跟你讲过，当时股价一百五，对不对？我九月。 我十一月二十六日，我要继续建议建议会员买红硕，那时候两百零九，结果呢？如果你买在两百六，我请问大家，假设你买两百六，你是不是最近几天？最近好多人最近两百八，还好，对不对？就像你们啊，一堆人去买两百多块钱的金顶，现在要怎么办？我那时候还觉得好衰哦，出太低了，对不对？当天最高两百零四、两百零五，出太低了。就现在呢，忽然觉得好开心，对不对？感谢阿姨啊，你要买就给你买。 高下压对不对？因为我跟你讲的是，我们在此之前，我们已经规划好行情了。投资朋友，你看到了，这是我一月十七日的 PowerPoint。我说我只留红硕，其实我应该要连红硕都一起出掉的。但是我抠进去写了，没有抠出去，因为红硕那是那天三百二几块，股价掉太快了。那我跟大家讲，对不对？哦，金鼎你自己去开心就好了，这个我们就。 你敢你胜嘛，对不对？这你敢你胜，你光是不管你看股市现场，或者你看股市周报，其实我讲过很多次的红硕，我会讲很多次的华晨啊，对不对？但是你有吸收进去吗？我不知道啊，对不对？我不知道，好不好？再来回到我们当初为什么要讲红硕？说真的，这也很有趣，对不对？这是九月二十六日的股市现场，因为苹果。 他在相机当中做了一个很大的改变。我那时候我就去想过这件事情，我讲过，对不对？苹果以前相机真的很差，我是不用苹果东西，我用三星的，我觉得三星照的不错。哎，就后来我发现到，诶，苹果这一次在打一个策略叫什么？这边看到吗 d i f f u s i o n 对不对？就 diffusion，对，这东西叫什么？深度融合。 而且苹果这一次差别最大，不在它荧幕变大或什么变大，就在它镜头变多了。你看这一次，包括 CIS，我们跟大家讲过了嘛，对不对？今天是原像创新高，我们不谈这个东西。来，Diffusion，对不对？那我提到 Diffusion 怎么来的？它是搭配啊，对不对？搭配 Apple A 三的这个叫什么？它这个叫仿生处理器啊，对不对？A 三的仿生处理器的类神经引擎跟机器学习。 借由 diffusion 的功能，只要一秒时间，把九张合成为一张两千四百万画数的一个高解析跟低杂讯的最优质影像。那你要能够合成这个东西，而且能够在短短的一秒钟时间弄出来，那要有一个一颗非常非常强大的处理器。那为什么有这一颗这么强大处理器呢？投资朋友，我讲过了，只有怎么样？只有应该说只有才能跟，只有 A 十二才能跟只有 A 十二才能跟 A 十三最接近。 对不对？但是结果呢？很多人连 A 十二都无法接近到它。A 十二的仿生处理器，它效能表现就已经赢过高通的八五八五是去年最旗舰的。那现在你可以看到，对不对？更不用讲那麒麟九八零，麒麟九八零的这处理器比联发科还差，对不对？A 十三还赢 A 十二。A 十三多强大呢？CPU 跟 GPU 预算功能提升二十趴，电力损耗降低三十跟四十趴，人工慧运算效率提升二十趴，电力损耗又降低。 在这部分也降低百分之二十的什么二十的一个所谓的一个这个电力损耗，就这么强大啊！所以我们跟大家讲过，台积电很厉害，对不对？但是我并不是因为这样讲而去买台积电。大家可以看到，九月二十六日的时候，我因为这样的关系，我建议我会去买红硕，对不对？甚至我也在股市现场，在股市，在商业周刊对,不对非常上面跟跟大家讲了，这是哪一期？这是一千一百六十五期，投资朋友。 台积电股价今今涨，设备耗材供应链鸡犬升天，对不对？我们提到从家登来看嘛，佳登我是不敢买，对不对？佳登真的是暴涨暴跌的，我真的不敢买。你看到这股价，我说真的，这个一定要有非常强大的，要有非常强大的这个内心啊，你才有办法，你才有办法去怎么样，才有办法去做这些股票哦，对不对？要强要强内心，这我没有办法，对不对？但这个好多了、啊，这好多了嘛，好不好？这好多了，对不对？ 加登还有什么？对不对？来宏硕，主要是会员的宏硕嘛，对不对？你看这时间，一六其实十月五日啊，我们是九月二十六日在股市线上跟大家讲了，对不对？哦，圣医圣医我没有买，圣一那个时候这个大家不要忘记，那时候阿洲面线买一堆，买最高点，后来停损了，对不对？不过圣一是不错的公司，我先跟大家讲，圣一是不错的公司，对不对？不差，真的不差，但是你你没有办法说有大成长，但是电子容器部分呢，现在台积电很多都使用圣一的，是没有错，对不对？再来是什么？凡轩嘛。 我昨天才跟你讲的、啊，我上个礼拜周报跟你写了凡宣，对不对？跟你写了凡宣，你有听到吗？可能没有啊，你根本没有看，没人看啊，两千多个点阅而已啊，没看啦，对不对？没看，真的不用看了，好不好？我不喜欢讲那些所有人都爱讲的东西，对不对？我在过年以前，我在十二月中以后就开始跟你讲记忆体。 从南亚科、华邦店，不，南亚科、旺宏到什么，对不对？到群联，结果呢？这礼拜所有人都讲记忆体啊，你就去买那些就好了啦，好不好？对不对？等你全部的人都在挤这些东西的时候，你觉得你还有多少利润？但是我们布局在低档的，我开心卖多少给你都可以啊，投资朋友。我现在今天可以跟你承认吧？旺宏昨天最高点四十点九，我前天会议会员四十点五附近先出一半了。 反正我们已经站在立于不败之地嘛，对不对？三十七块多买的、啊，那没什么关系嘛，这个可以讲吧，对不对？投资朋友，群联，我已经跟你讲过，他说他要趁机抢占市占率。南亚科，我们进场后才七十七，我看是七三还是七四啊？我都忘记了，对不对？我们的记忆体三剑客，都没有骗啊，对，都没有骗你啊，投资朋友。所以我希望投资朋友，当然今天我刚刚看了一下。 现在快两点半了，对不对？现在快两点半了。我刚刚看了一下中国大陆股市，你看台北股市跌超过百分之一啊，中国大陆股市现在翻红哎、欸。我请问各位投资朋友，五费不是六费哦，五费发生地方是在武汉还是在台北市啊？对不对？所以我告诉大家，这里真的是不需要太过担心，但是对不对？真的还是会持续死人，这我没有话讲。 所以我希望投资朋友分散布局，对不对？分散布局。当然，我跟他讲过，对,不对这种北京医废处理的，对不对？那我也讲过了，内需的中心店这种一样，内需中心店，内需的华城。一堆人问我说：“会计师，哎，特斯拉大涨，为什么茂联都不涨？你去问茂联，不要问我啦，好不好？”我又没买，对不对？那也顺便可以先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今天下午四点。 今天下午四点的顶尖对谈，标题叫做什么？特斯拉华尔街的大赌局啊！现在有人在赌大空哦，对不对？也有人赌赌多到天上，多到上万的都有、哦，到底谁会赢呢？而且因为特斯拉的电动车的关系，到底会影响了什么样产业的进程？这、就是我们今天等一下四点，我跟王博还有老江要谈的东西，请你记得仔细时间，记得怎样抽出时间来收看。 那下个礼拜要买什么，投资朋友，对不对？说真的，我我也讲过了，我所有的讯息公开给你看都没关系。我们一向的做法只低阶不追高，才不会这样子嘛，投资朋友才不会这么衰，这么衰嘛，对不对？我说真的，普瑞方普瑞，我敢讲它方向是对的。我今天早上在连线的时候还在讲普瑞，那你记不记得我早上连线在讲普瑞？我讲普瑞讲，讲讲普瑞，讲加基嘛，对,对，我都还在讲普瑞。 但是我加基讲到一半的时候，我记得是蔡总统打断我的吧，对不对？就有要播新闻嘛，对，方向对的东西，我觉得它会持续对下去。但是方向不对的呢，其实我也跟大家讲过，对方向不对的你就不要去看了。我我认为这個公司你就不用看了。我今天、昨天特别点名他，对不对？你说两百跌到一百，会不会从一百再跌到五十？做我做我不知道。所以我卖卖公职，卖公职。反正你你卖这些，我我我我真的没有意见。 但是方向对的是什么公司？我讲过了嘛？伺服器，我在会员我在会员专题讲座里面有讲，我在这里有讲你知道火神山医院其实最需要的不是五 G 基地台，不是哎、欸，对不对？你不要搞错了。火神山医院最需要的不是五 G 基地台，但是他也去建了五 G 基地台，要干嘛？宣示效果。哎、欸，玩玩的这五 G 啊，对不对？他最需要是什么？ 资料中心，投资朋友，请你记得资料中心这四个字。你不懂资料中心没关系，你知道伺服器三个字就好了。几个伺服器加进去就变资料中心啦、啊、，data center 啊，投资朋友，我讲过了嘛，这股票叫尾影，为什么它好像无敌铁金刚一样？我请问你为什么？其实一样啊，投资朋友，为什么要高速传输？对不对？都是因为资料中心的关系。为什么这档股票？对不对？ 会被法人，法人还没，我不知道法人今天有没有开单，我不知道。之前法人都没有买，为什么？因为资料中心嘛，投资朋友，甚至包括前一阵子大涨的这张股票，我觉得这张股票也蛮有意思的，叫做高利。为什么？也是因为资料中心呐、啊，投资朋友，这几个字，这些关键字记起来好不好？叫资料中心，好不好？再不懂了，你可以记什么？伺服器啊，server，哦，server，中国伺服器叫什么名？叫做服务器啊。 你把这些记起来，你只要有办法切入这些东西的，你就是最大最大的赢家，对不对？那你没有办法切入的呢？我刚刚讲的，火神山医院没有错啊，也建五 G 机一台。这一次看起来中国大陆这么大的一个受伤的结果，我觉得五 G 延后的机会实在太高了，对不对？实在太高。所以，但是怎么样，在人员损伤很大情况之下，自动化又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对不对？投资朋友，一五九零雅德克最近外资为什么看好它？ 就是因为说人员损失啊，你说真的，红海，红海下礼拜说要开工了，现在很多人戴了口罩跑去跑去中国了，但是请问你找得到人来开工吗？可能找不太到，所以未来它一定什么样？自动化人力设备、机、机器部分，它可能要用的更多，对不对？类似亚德克，类似像是上银这些公司，或者我们提到的系统整的红海集团旗下能够跨足红海跟台积电的，它叫做六一九六的繁轩啊，自动化。 系统整合，对不对？这些都是你应该去注意的重点。所以，我希望各位投资朋友，我刚跟大家讲过了，我之前讲过了。假设不是世界末日，那这里就会是最佳买点。那如果是世界末日，我是完全看错了，我就完全看错，我们就跟大家说声对不起，对不对？但我说真的、啊，世界末日你也无处可逃啊，好不好？对不对？ 坐游轮被传染，坐飞机也会被传染。你去逛武汉海鲜市，武武汉海鲜市场也会传染。你去去过境一趟香港也会传染，你无处可逃的。那不如怎么样？小钱变大钱嘛，对不对？我希望投资朋友把握这一波拉回机会，把握大盘利空彻底的机会，进来跟我们一起操作，跟我们一起小钱变大钱。我想去年的这个成功的成功的经验，今年还会持续下去。祝大家操顺利。